汇聚50年轮式起重机研究设计经验，融合世界最大调重能力履带起重机技术因子，深度聚焦全球用户实际工程需要，荣誉推出 XGC100T 伸缩臂履带起重机，一机兼具轮式起重机臂长变换灵活和履带起重机可带载行走两大优势特点，致力服务于作业空间受限、路面通行条件不佳和大坡度山地等吊装作业环境。XGC100T 专攻短距离转场作业，最高车速3.2千米每小时，1公里以内转场不超过20分钟，可通过变轨轻松穿越狭窄地域，最窄通过宽度仅为4米。超低接地比压和超高通过性，沼泽、泥塘、沙漠等软基路面通行无阻。强劲的履带行走系统，保证最大爬坡度达到30度，从容应对山地、河道等大坡度作业环境。XGC100T 采用与全球技术领先的徐工轮式起重机同平台的臂架系统，是国内首款配置单缸插销系统的伸缩臂履带起重机，全面提升作业范围和起重性能，配备模糊工况查询和智能设置功能，无需繁琐操作，轻松一键就可实现臂长设定。实现6节臂全身主臂长56米，加副臂长度可达74.1米，同类型产品中臂长最长。独有的椭圆形吊臂，单板式臂头，嵌入式滑块，大大提升起重性能。中长臂工况、全身臂工况性能平均高于行业同类产品5%至10%。XGC100T 采用集成化设计，仅需3台平板车就可实现全部部件运输。组装场地小，最小组装面积仅相当于半个篮球场。具备完备的自拆装能力，可实现履带量，上下车配重自拆装，安装准备时间仅需2个小时。XGC100T 伸缩臂履带起重机，源于经典，创新典范。XCMG for your success.